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也要坚持走下去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。热血从未冷却，梦想砥砺前行。开始训练。是。青春是在每个夏天遇见你，遇见年少时的憧憬与荣光。如果可以拿到美少女挑战赛、暗阳分站赛的冠军，就可以让你顺利进入世锦赛。来吧！旋风少女妙计即将现役。